拍完烟火了，刚刚很多就是拍完烟火路过的人，就是说哦，他们拍了五秒钟，他们就把手机放下来不拍了，因为全部都是烟。但是我们这一面其实都还看得到烟火，我觉得照片还不错啦，就是有看得到烟火，另外一面看起来是连烟火都看不到，所以我们就回去整理照片，希望就是有美美的照片。